好，这样子大家有没有跟旁边的人比较熟了呢？应该是有啦齁。那跟你旁边人说，很高兴遇见你，遇见你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给大家一首圣诞歌曲。那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哦。来，一起唱，就是前面电视跟前面都有字幕，我们可以一起来。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
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真的有到，拜托，我都准备了唱歌了呢，啊你嘞？我当然有准备，怎么可能会输给你？我准备了一个圣诞舞蹈。好。跳起舞来也是蛮有活力的，开玩笑，有准备啊。哦，欸、可是感觉唱了圣诞快乐的歌，又跳了圣诞的舞，好像还少了一点什么东西耶。对啊，那少什么哎？你想嘛，你女生呢，你不要知道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啊，我想到了，圣诞节就是要去灯光美、气氛佳的地方吃圣诞大餐。哦，没错没错，那我们走啊。走吧。Ha ha ha ha!